尊敬的慧理法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此次由非洲阿弥陀佛关怀中心在香港主办圆通学子感恩之旅佛学讲座，让我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就借此机会跟大家谈一谈佛陀教育与人生最高的享受。时间过得很快，2017年过去了，现在是2018，去年我待在欧洲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也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国际和平会议。这一次我们的联合国比较特别，因为今年联合国专门为我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件事主要的起因是今年三月份9个国家驻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到澳洲图文巴士参访，考察我们在当地推动宗教团结17年的成果。这些大使亲眼见到图文巴士的宗教团结以及族群团结，非常感动，非常欢喜。于是他们发心要为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申请一个净空之友社办公室，希望我们能够把团结宗教、团结族群的理念与经验带到联合国，帮助他们化解世界上的冲突对立，促进世界和平。其实我们在澳洲能够取得这些宗教团结的成果，完全是依靠佛陀教育的智慧。如果没有佛教作为依靠，我们对于种种复杂的问题就很难找到下手之处。佛教经典的内容真的是一部真实智慧的百科全书，在这些经典之中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我是26岁的时候遇到了方东梅老师，方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教授。我跟老师的缘分非常特殊，他当时特别为我开了一门哲学概论，这门课是在他家的小客厅里一对一的教学。老师
在这门课的幕后讲到佛经哲学时，对我说了三句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老师的这三句话把我带进了佛门。在这之前，我们对于宗教确实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从小到大，总认为宗教都是迷信，尤其是佛教，我们认为是多神教，是低级宗教，因为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我们年轻时看到佛教什么都拜，所以就认为它应该是属于低级宗教，完全没有想要去认识它。方老师当时告诉我，真正的佛教是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换一句话说，是保存在佛教的大藏经里面。所以我当时了解到的这件事情以后，就开始去寺院抄写佛经带回家来阅读。为什么？因为老师说了，修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太有吸引力了。后来我又遇到张家大师，奠定了我修佛的基础，遇到了李炳南老师，教导我学习经教，这三位老师成就了我学一位都不行。我今年92岁了，学佛66年，讲经教学59年。我33岁出家，一出家就开始讲经，一生没有中断过。回顾这一生，我们感恩老师，因为我确实体会到人生最高的享受。享受什么？在这个世界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佛陀的智慧作为依靠，真的是心想事成。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经典，我们逐渐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生命是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佛陀这个名词，他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彻底觉悟的人。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家前，他是印度释迦族的一位太子，为了寻求解脱之道而出家。出家之后，他遍访名师，但是
仍然找不到解脱的方法。有一天，他坐在菩提树下，把自己的执着心、分别心通通放下，包括他一生所学的全部放下。最后，他连起心动念也都彻底放下。这个时候，他成佛了。佛陀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能够把执着心、分别心以及起心动念都放下的时候，他就能够彻底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超越世间的一切苦难，成为一个彻底觉悟的圣者。世尊成佛以后，就开始从事教学的工作，一生讲经说法，所讲的经典都是真实智慧的流露。所以大藏经就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它的内容包括了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教育，这当中每一科佛陀都把它讲到究竟圆满。我们多年来团结宗教，其实就是依靠佛陀在经典里教导的公共关系法，它的内容非常精彩。佛陀对这件事情只讲了四个方针，也就是四摄法，就把我们的问题给彻底的解决了。现代的科学家也发现到一些当代高等物理学的内容在佛经里面也有。确实，当物理学进入到了量子，进入到了次原子的世界时，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两者之间也就越来越难以划分界限。而关于这种心灵与物质现象的关系，在大乘佛经里面有非常详尽的说明，这让我们对于佛陀的智慧不能不感到佩服。佛陀当年在世讲经教学的时候，通常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由学生提出问题，然后佛陀再为他们解答。比较少有佛陀不问自说的情形，并且佛陀讲经一般是不会重复的宣讲，同一部经典这些讲经的惯例有没有例外的情形？有，就是佛陀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时候，佛陀当年在世讲阿弥陀佛经，那是无问自说。另外一个是佛陀为我们讲无量寿经，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唯一多次宣讲的经典，这显示出这部经对众生特别的重要，
也显示出佛陀救度众生的悲意心。阿弥陀经与无量寿经都是在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教导我们如何去到那个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两部经典其实可以说是同一部经，但是无量寿经的篇幅比较大，讲得详细。他把阿弥陀佛的愿望，把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的历史，包括极乐世界成就以后的一真庄严，以及一切众生能够往生极乐一生成佛的方法，全部都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这部经典其实就是整部大藏经的浓缩，同时它也是整部大藏经的归宿。它归结到哪里？就是归结到当年方老师对我们所讲的那一句话：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无量的苦难。佛经里面说，这个时代的众生是在饮苦食毒。半个世纪前，我们读的这句话，还觉得佛陀是不是讲得太过分了？现在我们才体会到，佛讲的是真的。现在的地球，土壤有毒，空气有毒，水和食物通通都有毒。无论你是富贵或是贫贱，都逃避不了这一些污染，这是真苦。佛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苦难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烦恼。这种烦恼包括执着的烦恼、分别的烦恼，以及我们微细的起心动念。佛经告诉我们，执着的心念会变现出六道轮回的境界。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些烦恼，我们就离不开充满生死苦难的六道十口。分别的烦恼比执着的烦恼更微细，它虽然不会出现六道轮回，但是它还是障碍了我们自己本有的智慧与能力，这也是苦。最后，起心动念是最微细的，这就是佛经所说的无明烦恼。这种烦恼会障碍我们，让我们没有彻底的智慧与能力去帮助与自己有缘的一切众生，这也是一种苦。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把这三种烦恼
都彻底放下。放下以后，他就成佛了，就是回归到自己真正的本来面目，恢复了自己本有的圆满智慧、福报以及能力，永远脱离生死，彻底证得跟一切众生、跟整个宇宙一体的法身。世尊成佛之后，在他所说的第一部经典里面，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跟佛陀一样的智慧、福报以及能力。换一句话说，每个众生都应该享受佛陀那一种真善美慧的生活，享受那种真善美慧的境界，那才是生命最高的享受。但是佛陀知道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靠自己的能力真的是没办法把妄想分别之处的烦恼放下。要想脱离这些烦恼苦难，却又脱离不了。在佛法里面，修行成就的最低标准，是要把身心放下，也就是不能去执着这个五蕴身是自己。光是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做到。释迦牟尼佛知道我们的根性，所以他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向我们转述了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凭借这四十八愿建立了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在那里一生圆满成佛。阿弥陀佛建立的极乐世界，不仅让我们可以一生圆满成佛，并且非常殊胜的是，在阿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下，众生一到了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证得佛陀的果位，但是那时就已经能够拥有跟佛陀一样的神通、能力与受用，并且他们的修行境界永远不会退转，一直到圆满成佛。再篇幅浩瀚的大藏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个大宇宙里面，只有极乐世界有这么殊胜的境界。换句话说，极乐世界能够让我们在还没有究竟成佛之前，就圆满得到生命最高的享受。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世界，我们怎么可以不去？关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唐朝善导大师为我们截取
出五个真实之源，这是一个很好的精华版，是四十八愿的心髓。这当中包括了定成正觉、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诸佛称叹以及身念必生这五个愿。这五愿圆满含摄了弥陀的四十八愿，而这些愿文都记载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第六品里面。这五愿首先是定成正觉，就是保证我们在极乐世界决定可以一生成佛，真正回归到自己清净永恒的本来面目。再来是光明无量愿，这一愿是指阿弥陀佛度脱众生的范围没有边际，换句话说，四十八愿是为每一个众生发的。光明也代表智慧，阿弥陀佛的智慧无量，得大自在，能够在十方无量世界带给一切众生真实利益，这真正是不可思议。接下来是寿命无量愿，这一愿就是阿弥陀佛向我们保证，在极乐世界我们有绝对足够的时间来修行，最终必定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寿命没有限量，没有生死的问题，这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法做到的。此外，这一愿也让我们了解到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失去老师的指导与呵护。阿弥陀佛会在极乐世界陪伴我们，一直到我们圆满成佛。接下来是诸佛称赞愿，这一愿说明了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劝众生要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成佛以后也是教导众生要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因为这是我们所能够给予众生的最究竟圆满的帮助。最后第五个真实之愿是身念必生愿，这一愿是告诉我只要真相信有极乐世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阿弥陀佛为我发了四十八愿，愿愿都是真的，然后立定志向发愿今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然后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佛号，乃至临命终时，能够这样的信愿念至十声佛号，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生念必生，这一愿非常重要，让我们坚定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信愿持名，定生极乐。我们平常念佛，念得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没有平时累积的功夫，我们很难保证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一刹那，能不能提起这一句佛号。我们一开始念佛，可能还做不到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但是我们可以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念十声阿弥陀佛，晚上睡觉之前也念十声阿弥陀佛，每一天都不缺课，久而久之念佛就成了习惯，这样就对了。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为我们多次介绍极乐世界，绝不可能是在欺骗我们。真正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生生世世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一生没有白来到人间，没有虚度光阴。生念必生这一愿，提到回向这个词汇，古大德告诉我，回向的意思是回集功德，普施众生，共建阿弥陀佛如来三安乐国。这个说得好，我们学佛不只是要成就自己，也要成就与我们有缘的众生。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好，要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把修行的功德供养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一起到极乐世界，一起见佛，一起成佛。我们念念盼望着一切众生都可以跟我们一样，最终都能够远离一切苦难，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里面得到宇宙人生最高的享受。今天值此，阿弥陀佛关怀中心佛学讲座举办之际，谨以上世界佛法供养大家，祝愿各位身心安康，六世吉祥，法喜充满，广寿无量。祝愿佛陀教育，佛性弘扬，法轮常传。祝愿世界安定和平，永续大同。谢谢大家。